take up daylight.早安，今天是礼拜二。我昨天没有录影，就是因为如果你们上礼拜有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就会知道我礼拜一开始的课都没有网课，所以说我就是一整天都没有出门，所以就没有录影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就是已经化好妆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我现在打算来吃早餐。我刚已经吃完早餐了，然后我就跑去换了衣服，就是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，然后就是有点灰色蓬蓬的针织衣，然后再一个深蓝色的牛仔裤。然后我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上完下午的两门课之后，晚上我要去听 JUJU 还有傻逼他们的期初舞展，是他们热舞社的一个活动。我真的是不管他们是期初还是期末，每次都会去。那我现在就准备去买午餐到教室吃了，拜拜。可是吸管还在吸。我们来上西洋浴室，然后这个人晚上就寸发，非常的紧张。房东也太好了吧，因为很多人反映有人挪椅子，所以房东就付了这个，让大家椅子不会有声音。Hello， 我已经下课回来了。我刚刚回来就是先马上把我的那个脏掉的 T 恤拿去洗，然后我还是换上了白色的衣服。对，我希望它不要再脏掉。然后我等一下就是稍微弄个晚餐之后，我就要去听那个傻逼还有JUJU他们的期初舞展。OK， 那我们就待会见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，快9点了。我等下9点去上课。然后我今天就是穿了一个蓝色的卫衣，然后里面加了一个黑色的短袖，再一个灰色的棉裤。因为我今天有体育课，是网球课。我现在真的超喜欢网球课，我觉得网球超级好玩的，所以我真的超级待今天的课。我现在赶快去上课了，打钟了，拜拜。
我现在跟啾啾是第一名到教室，然后午餐吃地瓜，如果没有很饿。打完网球了，非常的累，因为今天有太阳，上海没有太阳。然后呢，现在是快还没五点。我今天晚上想要就是把我的旧的影片就是上字幕，因为我看到有人留言跟我说希望可以有字幕，想说那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想说那就来上字幕。OK， 那我去换一下衣服休息一下，晚点见。欸，这个包装很贴心哎。我点的是牛肉乌龙面，这样外送的人就不用担心它会洒出来。100分。我刚切了一点芭辣来吃，然后我现在在看 Kelly 他以前的影片。去买一家我们之前没有买过的早餐店，然后等了30-40分钟吧，超级扯，我们上课迟到了。可是我已经瘦比较大了，超级热，好冷。我们超可怜，现在上课了，我们只能在教室外面吃，因为实验课教室里面不能吃饭。就是大概的使用方法，那待会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不太熟悉。实验课下课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家。煮好了，我就是加了一点菇类，还有菠菜，然后再加一点煎鱼露跟胡椒调味。我跟啾啾来我家买东西。Hello， 我已经下课了。
我今天的课就是上完了，我们刚刚在上英文课，我选的英文课是短篇故事跟一些 writing， 然后今天的课程内容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今天一开始我们先一起 discuss 一个短篇故事，然后到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就发给我们一个桌游，好像叫做说书人吧，反正就是你可以自己运用各种方式去完成那个桌游，就很好玩。然后我刚刚就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我家，就是一家商店的名字，它叫我家。我刚刚就去买了一些豆腐，然后蒜头、洋葱，因为我等一下晚上想要做饭。然后我刚刚还去了全家买这个，这个是现在新出的那个抹茶的蜂蜜青蛋糕。我现在就打算来就是剪下片休息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就晚点见。But I love to see your face, and you feel the same way. You and I are still the same, and I hope we never change. And I know when I'm right, we could end this fight. I can't ever change a thing, I could never change a thing. Yeah, change a thing.